啱咧就睇咗阿陳生嗰個節目，咁就佢講咗一套香港嘅電影，就叫做《正義回廊》。咁就佢成個節目咧就好似冇劇透，好似冇 spoiler， 但係唔知係阿陳生嘅表達能力強，定係我嘅理解能力更強咧？我聽完阿陳生嘅節目之後咧，我覺得我已經睇咗套戲啦，嚇！亦都知道套戲背後嘅一啲製作過程裏邊嘅一啲辛酸啦，即係一啲創作上面遇到一啲困難啊咁樣。咁整體而言，喺陳生嗰個敘述裏邊咧，我理解到咧就係130分鐘裏邊就要將嗰單喺2013年喺西環發生嘅嗰一單個仔斬死咗個老豆老母，肢解埋佢哋咁樣噶嘛，嗰單謀案咁啊，作為呢、即係套戲嘅成套戲就係講緊呢單嘢咁樣。跟住就係、要導演同編劇就係用130分鐘將件事重演啦，然後就係個審訊過程啦，跟住就係、辯方嘅律師，因為兩個被告啊嘛，一個就係、死者嘅仔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嚟協助處理屍體嘅嗰、那個輕度弱智嘅第二被告啦，咁然後就。要講嗰兩個律師點樣去行條咩 line 去幫你 defence， 跟住就係、因為呢單案係有陪審團咁，所以咧又有一啲篇幅咧就係講緊即係陪審團嘅組成啦嚇，佢哋各自自己有啲背景啦，跟住然後就係 trial， 但係如果以真人真事你去複述呢件真人真事嘅話，咁呢套就唔係叫做電影，唔係叫戲劇，呢套叫紀錄片喎。如果你因為一個好現實嘅狀態，你係冇辦法去篡改嘅，就係、陪審團究竟喺商議嘅時候，呢九個人，呢九個組成陪審團嘅陪審員，佢哋喺退庭商議嘅時候。他哋各自俾過啲乜嘢嘅意見，喺辯論過程裏邊發生過啲乜嘢事，又或者啲咩理據，而最後大家只能夠知道嘅就係最後以8-1通過即係 convict 個第一被告同第二被告，第一被告就謀殺啦，第二被告就係、非法處理屍體咁樣。講到非法處理屍體咯，咁啊真係其實而家。香港有很多人都 professional 嘅，不過 anyway， 咁由頭聽到尾就係成個故仔就係由一開始就已經知道個結果，因為好尷尬地嘅就係你以真人真事改啲唔改啲，因為聽阿陳生喺度敘述套戲嘅時候就係話，因為陪審團喺現實裏邊點樣去商議，點樣去 debate 係冇人知道，所以而家你見到個畫面裏邊陪審團嘅嗰啲所有種種人種種嘅理據啊、辯論啊，全部都係即係改編出嚟嘅，啊，即係寫落去嘅、創作落去嘅。咁即係變咗基於一個即係你絕大部分嘅嗰個廊，你見到嘅畫面都係紀錄片嚟嘅。但係一個好關鍵嘅環節就係陪審團。退庭商議嗰部分就虛構嘅，而嗰個虛構點樣虛構都好，其實我覺得我都唔係好使用，即係花咁多時間喺個即係陪審團嗰度，即係點 debate 嘅，因為顧問你點虛構，點樣去激辯，點樣去即係有刀斬身嘅角度去睇呢件兇案都好，去到最尾咪又要convict佢。又是要convict他，即是没有任何戏剧成分咯。
嚇，亦都冇任何峰回路轉咯嚇。即係就算你如何喺前邊花幾多努力去描寫一個被告或者被告嘅背景，嗰兩個死者喺生前嘅時候對呢一個被告做過啲乜，冇做過啲乜，嗰兩個律師有幾咁厲害，有幾咁即係嘴嚼嚼又好，但係去到最尾，其實一入場第一個畫面出嚟之後，其實已經知道呢啲所謂戲，呢啲所謂陳述，呢啲即係所謂話俾你知呢件事嘅來龍去脈，其實都係白費噶嘛，因為去到最尾嘅結果咪係convict佢哋。咁所以，我其實咧就係、是、我唔係想倒賣，我都唔係想潑涼水，我只係想講就係話，與其而家變成一個98% 真人真事，2% 改編嘅話，點解唔5-5波咧？點解50% 係真人真事做咗個基礎之後，後邊嗰50%？是你賦予俾呢件事，你俾一個新嘅角度，新嘅一個理解，或者一個同而家現實裏邊唔一樣嘅角度，咁可能觀眾就會覺得我唔係睇緊一套紀錄片咯，我真係睇緊一個 drama， 而呢個 drama 去到最尾，無論係俾當事人又好，俾而家身處喺香港呢個地方嘅人又好。都因為反正即係聽嗰、那個即係喺籌備階段嘅時候，聖翁嗰位監製，即係阿陳生咁講啦，佢話聖翁嗰位監製咧就揾過一啲即係大陸嗰啲咁嘅串流平台嘅一啲話事人去傾咁樣，又俾人覺得哇拆老豆老母啊，過唔到去審批㗎啦，唔投咁樣，咁就又話一啲甚至乎去嗰啲夜總會嗰度揾啲老闆去投，咁當然投唔到啦。咁你有冇揾過顧老闆啊？有冇揾過劉老闆啊？佢哋好支持香港啲電影嘅噃，同埋聽講話你套戲個盤口都係開900萬啫嘛。咁頭先嗰兩位老闆咁900萬都唔係啲咩錢啦、啊。咁同埋如果佢哋有投一份嘅，唔好多啊。你話？呢兩位老闆一人投100啊，係咪啊？咁剩翻個700，你攞住呢兩個老闆個名，喂，阿古老闆有投喎、啊，阿劉老闆都有投喎、啊，同大家份啦、啊、咁樣，即係有咗佢兩個個名做即係擔保人咁樣，好似 guarantee 咁樣。咁你跟住嚟嗰700萬都易投啊。咁即係一係就阿翁監製冇同阿陳生或者講漏咗啦嚇啊咁啊。如果即係早啲啊嘛，早啲揾阿陳生傾啊嘛，叫阿陳生幫你去揾呢900萬咁樣，我覺得又唔難嘅，即係但係就好過而家咁樣，即係唔係喎？因為阿翁監製話佢原本而家做咗呢套戲嘅大股東，原因就係佢將本來我嚟買納米樓過世嘅嗰嚿錢就擺咗嚟投資呢一度，即係有啲似當日我話聲稱。賣樓幫阿陳生打官司咁樣一樣啦，但佢就實際啲啦，佢真係買一層樓，原來投呢部戲，即係佢睇套戲睇得好，好有情懷啦，佢好投入啦咁樣。咁然後就，但係而家個樓市仲有排衰噶嘛，咁我覺得即係原本你愛嚟買納米樓嗰嚿錢，可能而家即係過多一兩年，我諗真係可以夠買。我何文田700尺都買到啦，即係何文田街、何文田山道就未必得，何文田街都買到噶啦嚇，即係 around 700樓上咁嗰啲啊，都買到個。如果900萬都買到個1200尺噶啦嚇，窩山都買到噶啦都嚇，咁咯，咁算啦，不過你都投資咗啦，咁就即係如果有下集嘅就記得。找那兩位老闆啊，咁佢哋咁熱心，即係推動香港電影咁樣。